力就会有收获。自古以来，这条通往成就的道路，从未辜负过任何人。师父深谙此道，于是在师徒缘分将尽时，他选择教授给徒弟的，正是这笃实的处世之道。文物修复最重要的是那个复字，就是要复原，我们应当修到完全肉眼看不出痕迹来，这才是修复最重要的目的。文物修复是有轴的，只要文物保持健康，你如果猫的把握修得很好，你就不必要去尝试走向远的事情，你保留它的历史痕迹才是对文物最好的认真。中国的职业大典中有近乎2000种职业，唯独没有文物修复师这一项。文物修复技艺的传承，更多是依靠师傅带徒弟的传统方式延续的。刘宙出生于湖南安化，师承父亲刘蔚然，除了修复手艺，一并继承的还有家族的文物修复老字号千吉祥号。受父亲的影响，不同于普通的80后，刘宙自小就与文物打交道，从事文物修复十多年来，无论是瓷器、纺织品，还是金属、木器、纸质文物，每一种器物的修复，刘宙都得心应手。这一天，多年的好友急忙叫来刘宙，委托修复一张破损严重的古画。这画有什么来历不？这是我一个朋友屋里拆房子，他屋里闹纸单里面的，屋里的周总画，他先把它修好。这个修起来很困难。看你屋里压了个木箱噻。这件画我拿回来之后，其实最担心的就是最后一步全色。我怕最后一步上色不好，导致整个修复的效果不理想。我自己其实没有太多的把握。当问题摆在前面，就会自己逼迫自己想很多方式去完成，这样工作起来才有激情，才有意义。一张走先想。那你就不要去接。你先听我讲了，关于走先祥主要是朋友的朋友委托的，他想修好之后呢再供奉，所以想修的完全看不出来啊，不如我说那你的绘画技术现在还不够好，你不要去走了复原式修复，你杀了自己的招牌之小，你猫跟人家修得很像那是不行的。在刘宙的认知中，只有让文物恢复到原来的样貌才是修复的意义，就是人们常说的恢复式修复。而在师傅的眼中，最为稳妥的却是保护式修复。勒比维纳斯，这是人家人人都知道的，是吧？他有很多种修复方案，有些把手戴在头上啊，有些把手折起下去了，但是都觉得不理想，人一这么高，他法则好像是没有那个嘛，不要按得好一些，所以他最后就是干脆搞个德贝维纳斯。他本来都是有手的，但是现在已经以猫大的那种水平，你就干脆让他保持原状就行了。我们搞修复也是这样。人欲患难临三生，风雨同舟皆薄情。
不写繁华干单坡，宁日迎接受抽针，相互交持让忘记，直老新家露乌云。最后两句仔细听，但得满香味慢慢老，白头犹知少年心。怎么样？去玩去啊。父亲刘蔚然在年轻的时候，作为千吉祥号技艺最好的师傅，在古画的修复上颇有建树，曾经因为出神入化的绘画功底，被邀请参与湖南安化古镇的修复工作。半个月前，老家的邻居阿婆送修的木雕造像在刘宙的手里重新恢复了当年的精神气。不能，我上修好了。好，谢谢。归还的时候，刘宙才知道这尊造像是阿婆的爷爷在世时曾经雕刻的最满意的一件作品。只有让文物恢复最初的面貌，才能让那些寄予器物情感的委托者心里获得一丝慰藉。这也是刘宙坚持要将破损的文物修复如新的最初原因。刘宙深知自己的修复理念是父亲所反对的，但他人希望坚持自己的观点，完成这一次朋友的委托。这是修复前的，经历了百年的尘封，古画已经残败不堪，但去浮在上面的灰尘，才能依稀看出古画当年的容颜。修复破损的古画，在某种程度上和拼图异曲同工，将截取下来的碎片归位，是修复师最基本的技能之一。如何练就这项技能，每个师傅都有自己独特的方式。我收徒的第一步是要考验他的耐心，因为作为一个文物修复师，应该有足够的耐心和敏锐的观察力，所以我会要求他们做拼图的事情，把几万份的拼图混在一起，找出属于他们的3000片拼图。哎，有点难啊，没头绪。你这拼的太少了，你这。你到考古所去的话，这种东西都是有任务量的。一个考古工地的瓷片至少有上100万片，而且都是一个颜色，还没有这么花花绿绿的。所以在几十万片中间要拼出完整的陶罐其实非常麻烦，我们考古挖掘中间是会去分区。但其实我父亲对我来讲，他的要求会更严一些。在我很小的时候，他会画好很多印章，让我把他画的图案全部刻出来。
截取的过程中，一些顽固的碎片不舍得离开伴随了自己几百上千年的纸，只有依靠温水的软磨硬泡将其分离。而这其中对于湿度的拿捏本身就是一门学问，水喷少了没有效果，水喷多了碎片会跑，这其中的分寸全靠经验和耐心。取下的碎片在新更换的纸上等待重生，修复时需要营造不同干湿程度的环境，让古画在短时间内仿佛经历四季的变化。为了确保营造环境里稳定的干湿程度，刘昼一刻都不敢离开。积雪现在还不够好，你不要去走了，副业是修复，你杀了自己的招牌日小，你猫跟人家修得很理想，那是不行的。文物也有生命，丝毫的失败都有可能让一段历史就此消亡。在文物修复过程中间，我会去看各种各样的展，因为不是每一个修复师都能从事任何的门类。我父亲在绘画修复这一块有我无法企及的高度。小时候我对父亲的印象可能是一个双面的，平常他可能比较和蔼，放学之后可能带我去河边去抓鱼，然后一起去翻螃蟹，然后但是每周会有需要交绘画的作业给他，啊，他会比较严厉，甚至于大了之后我做文物修复，修到什么程度，精致不精致，手艺到没到位，都会非常的苛刻。刘老师，今天怎么也是刚来你画呀？我儿子要回来的了，他要来看看我。这个样子见不得人嘛。好多年送我到凳子来呀，那是的，他是好多年没来的。我的画室就在这里了，教室的1/3。刘昼几经尝试都无法达到心里期待的样貌，最终决定回老家向父亲请教。这边资金比较多，所以他投的质感比较长。所以是讲你们那么子防盗措施搞好的吧？要过年了。准备年前把所有的装修弄完。业务呢？搞得么子样子？业务这些就资金太多了，就修屋的东西也多，就走起来比较耗精力。目前一想在这哈嘛，不到看到他们修了块石碑，他们请的那么子爱将死了。那解释是莫名其妙把那块碑呢就破坏得不成样子，那是叫做文物，那就是根本就是搞破坏，
跟他们讲了一段呢，他们也不相信，我是也是很愿意娶你的不？那不行。然后他是到山上带到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一个女儿那两个人带他们去写生的时候，拿着他那个东西就让了女儿，他就要做古正经画画就画画，但是他就不行，他的话就要做写做螃蟹，螃蟹啊，要做螃蟹的话那好玩的多不，也是其他的方面都还可以，但是他是个画画的话呢，有一定的要求，但是有很多东西还是很有不足。其实，保护式修复和恢复式修复并没有对错之分，只是在师傅的眼里，刘宙的绘画技艺还没有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面对徒弟的请教，虽然不赞成徒弟最初接下这一次的修复委托，但是最终师父仍然选择出手相助，而刘宙也逐渐开始明白师父坚持保留文物历史痕迹的原因。后来我又收到了一尊断身的观音像，送来的小伙子说这是他外婆的遗物，终身信佛的外婆在特殊时期里被迫放弃自己的信仰，迫于压力锯开了佛身，废弃在老家的柴房里，外婆去世之后老家拆了房子，这尊观音像才被找了出来。我拿到这尊观音像的时候，发现背后用于装葬的孔洞里寄居着一窝窝的小蜘蛛，一块没有了生命的木头经过前人的雕刻与开光，变成了受人膜拜的佛像，又因人的原因变回了一块木头。即便如此，这块木头在那废弃的祖宅里用腐朽的躯壳庇佑着微小的生命，那一段伤痕是一段时代的记忆，所以我打算把这个锯痕保留下来。每一件破损的文物，经由修复师的手，或保留原貌，或重现新颜，而器物所呈现的又何止新旧？修复师以自己的方式与文物的生命轨迹相交，人有情，器物有意，如若固步自封，那辜负的恐怕不止这经手的文物。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如心远，必自耳；如登高，必自卑。师父能够教给徒弟的，除了这吃饭的手艺，最重要的就是这足履实地的人生观。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工作，可以从早上送酒店小姐，中午送老婆，晚上是送往生者，花艺能够进入生活才是花艺存在最大的意义。你就像大自然里面的某一个花草一样，展现自己的自信。
它存在的意义就是它当下的那个美的样子。你说你是一个爱花之人，那真实的大自然你感受过吗？可是做完之后就对那个成败不太在意，自然已经被看见足够了。这世界很酷。